我想知道你们吃早点真的回家这么大一个大雨，又是四点多起床的一天，不开灯你们能看见个啥？今天不去西北角，不去红湖里，去桥园里。大饼加一切，包不上的大饼加一切，加不住了。这都不是你捧了。刚才老豆腐豆浆加一碗，豆浆要不加糖的，对，大碗。麻酱多多。只有这碗算是个稀的，我就觉得。大铁锅带皮儿的姜子。啊，就一直加热，一直有。烟火气。我想知道你们吃早点真的会下这么大一个大雨，愁的架不起来呀。嗯，始于早晨六点。我实在是觉得这个不能算稀的。被一句话种草的一家云吞店，网上写九点营业，但其实人家六点就能吃啦。虽然没有门头，但是丢面还挺准。这条街现在不行，这条街上过国际频道，就圆鼓鼓的这种大馅，你说人怎么包的？就感觉又是进了人家家吃饭。我真的好喜欢天津那种飞鸡蛋的大馅云吞，就还得是大馅的。给你们养个馅儿。吃完早点，我们去感受一下早班地铁。早点里多好，好吃不排队，不为人挤人，有地儿坐。嗯。